杨子的偶像包袱真是掉一地，现场即兴发挥让人笑疯了。爱情就像蓝蓝的天空，白云飘在下面，哪儿怕好了呀看到自己的吻戏反应是这样的。哎呀你二一呀，方言版英语把王珂笑到吞奶，我扎斯的 smile 一下，没有任何，没有任何。怎么英文都让你说成这样了，我都不明白。一到十就是 wear, sleep。大家好好说话，不带下雨的行吗？王俊凯都看懵了。Bigger bag. Do you have a cucumber? Cucumber. Green, long, cucumber.Have X, go go go, go go go, X。还是妥妥的魔术克星。把它卡住就好了，别动哦。造孽！你将没有办法抱起来这个箱子，你马上。当杨子遇到张一山，子山脱口秀，这不就开始了吗？然后我要有钱了，我就做一档综艺节目。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周五的紫山脱口秀，我是主持人杨子，我是主持人一山子，希望可以越来越瘦吧。这可不是小愿啊，这很有可能是终身的目标。你说一个切实际的好不好？希望先瘦个5斤吧，这也可以啊。这个也挺麻烦的，可能这个愿望会延迟到后年。人都没人想，那就很尴尬。你笑不就行了？这是叫你来的意义。逼疯黄子韬只需要一个杨子。到底有没有男朋友？我没有男朋友，怎么又跳这个话题了？不是，你要没有男朋友，哥哥真给你介绍了。谁啊？给我介绍一个，你看他怎么样？你真逗，你看给这个住了，我还跳河呢。我洪雷哥和子韬这两个人哈，在你心里谁更有男友力？我肯定保护你啊，杨子，咱俩吵归吵，闹归闹，别拿谈恋爱开玩笑啊。我不需要。爆笑且说还珠格格秀分全场，他说不当不当，不当就不当，他生气有生气咱就生气，他是这样，我跳到床上然后倒在了床上，然后怎么这么生气？玩游戏时把人家轮气得骂骂咧咧。不敢得行。没关系，任国超，你已经这种岁数，已经把这游戏玩得已经非常好了。哎，给我击个掌呀！你又强调我的本名，又强调我的年龄，你什么意思？哎呦，你这掌打得有点疼哦。哎呦，杨子唱的小邋遢，还有人没听过吗？小邋遢，谁家的邋遢？邋遢大王就是他，人家的小邋遢。